第二十九题，桌面上有一条弹簧固定在墙壁上，弹簧另一端挂上一木块，如右图所示。试问下列何种情形下，当手放开让木块恢复至原床时，木块的速率最大？假设皆未超过弹簧的弹性限度，当我们的弹簧有形变时就有弹力未能，当它恢复成原长的时候，弹力未能就会转换成动能，弹力未能越大，转换的动能就会越大，木块的速率就会越快。那么木弹力未能是跟形变有关的，形变越大弹力未能越大，所以我们看到选项中弹簧压缩9公分的形变最大，弹力未能最大，转换的动能最大，速度会最快。所以第29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何种情形下，当手放开让木块恢复成原床时，木块的速率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弹簧压缩9公分。